学姐，为什么要坐跳楼机来庆祝啊？因为我想死心，就要体会心死的感觉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没有这个需要哎。是男人就讲义气，是不是男人啊？我是啊。那好 ，You jump, I jump。学姐，我可以反悔啊？来不及，你已经坐上了。我想下去。那个谁啊，帮我倒杯水。哦，明珠，别帮他。这位小愤青，我好心过来照看你们，不就是让你们倒杯水，至于这么凶吗？老师没叫你们要有文化、有礼貌？你哪有在照看我们？从头到尾，你只是把我们当丫头书童在使唤。两位小朋友。今天我就是你们的保姆。Hello。哎呀！给我来点水果，葡萄。橙子。好渴呀，给我端杯水来。快一点嘛。快点快点，好热啊，给我扇扇风，好热好热好热，为什么这么酸呢？快快啊，舒服。等等，我哪有叫你们山盟捶腿又喂食水果的？是没有，但是你也没礼物没啊？哎，周哥哥，要不你陪我们跳绳、打球，或者玩心脏病好不好？心脏病不行，那游戏玩的我快装支架了，千万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小朋友别玩。等Queen姐姐回来，我们一定告诉她。不要这样嘛，咱们都一样是别人的弟弟妹妹，为了哥哥姐姐的幸福得相互忍耐是吧？要不然等我想想。有了，看我的。骑这个吗？这是我刚才租的，我也没有骑过这种车，所以想和你一起试试。那骑去哪儿啊？想去哪就去哪，听你的。走吧。
正好，谢谢你啊，让我骑车。没有，我还是太重了。嗯，辛苦了。是挺沉的，害得我双腿啊都快骑废了。不过呢，我特别谢谢你，没有把我当一般女孩一样呵护，而是让我骑车了。你本来就不是一般人，也不是一般的女孩，你就是，我就是喜欢这样的。我给你出一道益智题吧。好。就是，海边呢，有两个人在散步，但是为什么只留下一对脚印？留下一对脚印。第一个是，其中一个人被海浪冲走了。然后答案 B 是其中一个人倒立走。倒立走。答案 C 是。以上皆是。你是不是忘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？嗯，就是如果那两个人是情侣的话，那会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，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。第58个喜欢你的理由：伶牙俐齿，跟你在一起脑力激荡，老了以后不会得痴呆。第77个理由：你不轻易认输，跟掉眼泪的个性我喜欢。
这条肯定得删。哪个女孩不爱掉眼泪啊？我也是有玻璃心的好吗？傻掉。都删掉。上饭，上饭。我们俩是好朋友，今天真开心。你哇，对了，皮表。这狗狗看不见了吧？你在干嘛？既然哥哥确定和 Queen 姐姐在一起，那小米姐姐就该被淘汰了。可我还真舍不得小米姐姐做的菜，她和 Queen 姐姐要是能合成一体，该多好啊！爷爷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下午玩的还愉快吧？小雨啊，有件事我想问问你。听说你转机香港时，去了趟澳门。但是没有耽误正事儿，只是顺道关心了一下同学。是关心你那位学弟明天吧？看来那个叫明天的小子真是让你着迷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休学吧。为什么呀？爷爷，您不是说了吗？不干涉我大学生活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出尔反尔的是你。你身为方家的人，应该知道，为方氏集团做出牺牲奉献，这其中自然包括你的婚姻、爱情。您说什么我都能接受，但唯独爱情，我要自己做主，我绝不妥协。那个明天真是让你神魂颠倒啊，让你丧失了理智，连起码的防卫心都卸掉了。爷爷，我见过那个明天的。你住嘴，你的账我待会儿跟你算。在你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教过你们，那些靠近你们的人90%都是有目的的，对人一定要小心提防啊。可你们为什么就不听呢？因为我不是小孩了。您说的我明白，但我也必须告诉您，明天他不是那样的人，而且他也没有要接近我，是我主动喜欢他的。你一个女孩子说出这种话，你害不害臊？好，就算那小子像你说的那样，他对你没有企图，可你想过没想过他适合你吗？他穷的连应付生活的条件都没有，他有什么资格谈结婚恋爱？所以您的意思是，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谈恋爱是吗？爷爷，在您心中，穷才是唯一的原因吧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可能认为我俗，可事实就是这样啊。你们两个人是不同世界的人，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到时候都会一一出现的。小雨啊，听爷爷一句话。离开他吧，我不会放弃的。
我会证明给您看，事实不会是像您说的那样。姐，姐，方正。我是不会屈服的，我会向爷爷证明我的决心。我是我命运的主宰，我是我灵魂的统帅，我的命运我自己决定。骆冠言，你又来干嘛？我必须来阻止你删短信。我愿意删就删，你管不着。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你删那些我喜欢你的短信？让我打到舒坦为止，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挨你的拳了。你说的。考虑一下，没说打完不删。我删删删，我连你的电话号码一起删。啊！小雨，哎，你怎么在我床上啊？我跟爷爷吵架了，然后离家出走，然后程叔给我开的门。你跟你爷爷吵架了？你不是从小到大都不敢顶撞他的吗？行李带来了，你发生什么事儿了呀？咋了？你干美爹！你疯了？你喊那么大声干嘛？你喊的你爸都要知道了。大小姐，你爷爷都知道了，你还怕我爸知道呀？哎，我真服你了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爷爷知道呢？他是那种封建思想都烙印在 DNA 里的人。哎，怪不得吵到离家出走。丫头们，该起床了。啊，知道了。我的天哪！你怎么？平时都这么洗脸的，啊，抓紧时间称斤啊！我只能说，我作为一名运动员，我的思想觉悟确实不够高，我得向你学习。哎，我就是太懒了，懒到牙刷都用电动了。慢用，牙开动了。我
的女王殿下，你也太任性了吧！离家出走还带个大厨。方舟担心我，你给你们造成不便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，这种不便啊，我们很欢迎的。干嘛？反正你现在心情也不好，正好啊，化悲愤为食量啊。我没有啊，不要听他乱讲。哎，方宇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菜跟孙小明做的很像啊？不，比他做的还好吃。你们说的是小米吗？她是我师傅的女儿，我是师傅的大弟子。宋小米放着这么帅的师兄不追，老缠着明天干什么？明天？嗯。你说的是上次来那个学弟啊？送美食快递的。正好啊，我有事要问。没事没事，是我吃太大口了啊！你下回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说话？你有看吃有看坏的。那个，常叔啊，您刚才说有关明天的事要问我吗？哎，哎呀，这么一折腾，我忘了问什么了。林竹明朗，黑姐姐，黑姐姐来了。我来给你们做炒面，今天就尝尝我的手艺吧。你的，乔先生烫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酷姐姐，好厉害，比浩妈做的更好吃。哎，酷姐姐，这么好吃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四个人的话，应该够了吧？我不饿，我看你们吃就行了。天天给你们来做饭，我还会做好多呢。太好了！你还会做别的？那是，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还会做黄花鱼呢。
方总，董事长在大小姐办公室。爷爷，爷爷，您在等姐姐？这都几点了，你姐姐为什么还不来公司？其实今天本来就是姐上学的日子，我们早就协调过了。我已经叫人帮她去办休学了，她再也不用去了。爷爷，您怎么可以这么做？好，我先联系姐姐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subscriber record does not know。校长，我并不想休学的。这是我爷爷的意思。我想也是。方宇同学啊，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导致的你们爷孙俩闹得这么不愉快，但是在他老人家面前，我毕竟是个晚辈，当不了你们的和事佬啊。那我知道了，这些事儿校长也不用再操心了，我会自己解决的。谢谢校长。等会儿一起午餐。好啊，我能的，我一定能证明，我跟明天可以在一块儿，就像其他情侣一样。那其他普通情侣还会做些什么呢？不对不对，这是情场，不是格斗场，应该是明天壁咚我才对。一起做运动。换别的，换别的。
谢谢。吃吧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海带变身培根，农技投资一年翻一倍。抱歉，我对农业不是很了解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我就问问，因为未来可能吧，我们方氏集团会列入项目投资。别捡了，地上不干净。啊。啊，那我再去拿。不用麻烦了。与学姐和明天交往了？什么？方宇强迫明天跟他交往？根据权威人士的内幕消息，是因为明天想发展农业新科技，学姐以方氏集团投资要挟，明天不得已只好答应，还公开上演喂食秀呢。喂食？我们刚才是去了异次元吗？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？说什么？方宇吃了明天发明的培根变成海带，导致眼睛瞎了，所以明天才喂他。是，还听说他们明天就要去拍婚纱照，甚至等明天毕业就结婚，婚后生二胎，一个绰号海带，一个小名培根。哎呀，校长，不管这里头含水量多少，重要的是他们俩真交往了，在食堂里边很多学生亲眼看见的，这点肯定错不了的。方宇明天再交往？是啊。看来，方总让方宇休学，跟这件事情有关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担任副社长的人是李青。小峰社长，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选李青，而不是选我当副社长？你为什么觉得我应该选你啊？你别忘了，在你跟陆冠言起争执的时候，我可是最挺你的人。我敢说，今天能有一半社员支持你，都是因为我鼓动大家的关系。你怎么能过河拆桥呢？马一晨，你仔细想想。你刚刚说的话有哪一句是成为副社长的必备条件？如果是挺朋友，我挺你。但是是选副社长，不能只看交情。话说的再白一点，如果你最近努力有让我看到，我肯定会考虑的。可是你最近在干嘛？拉帮结派，并没有增加自己的实力。你自己想一想。你现在的状态比你在正则比赛的时候退步了多少？你让我怎么选你？会有多少社员不服气呀？
连李青那种货色都能当上副社长，这种拳击社不回也罢。都怪明天，要不是他，我也没这么憋屈。躲他干嘛？我又不怕他。董事长到了，我去叫他过来。不用了。你好，请您稍等一下，马上给您安排洗车。嗯，不急。我是方宇的爷爷。爷爷您好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您能答应。您说。我希望您能离开我家方。我知道一见面就提这个要求的确有点过分，但是不管是从企业出发还是作为一个爷爷的身份，我都必须这么做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你的父母已经去世，你独自带着弟妹真的很辛苦，只要你能离开我家孙女，我会答应你提的一切要求。谢谢您的关心，但是除非是方宇亲口告诉我的，不然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Cheers.